15个让人泪崩的瞬间。Later. 要说什么呢？如果有可能的话。笔记本我看一下，我说8块钱。妈妈，我这里有10块钱，我得买点点干货。你不该喊妈妈来，没拿钱，没就不用干货了吗？妈妈，我妈妈就哎，宝宝是残疾。宝贝，宝贝。来，你不用给你俩干活了哈，不要你4块钱你还揣着了哈，早上你要买的早餐吃哈。嗯。想不想妈妈嘛？想啊。想啊。好好睡觉哈。嗯，谢谢娘娘。嗯，好嘞。你别抓住嘛！啊，什么意思？没有在乎。你这每天都这样吗？老太不吃饭了，你家人就全给我吃饭。儿子有个娃儿是老太，老不是儿子，那就跑一趟门诊多少钱？每天这么拼命的赚钱，你不要命了？医院都是先交钱再看病，你觉得是命重要还是钱重要？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过年了吗？你现在没找到钱吗？你跟那咱上账嘛，上账嘛，马上就回来过年了，妈妈在这等你呢。我对你无话可说。
因为此时已因为早上爱的人来就没有想过怎么可以除了我爸爸我的家人穿越人海还有一个男人可以这么这么的爱我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幸福我们认识的这620天里感同身受你对我的宠爱救赎热望包容直到你不也让我分分秒秒都想加回你星光加了一点彩虹老公我爱你花开得纷纷扬扬当世界美好我这哪是说你啊，我就担心你的身体，能喝那么便宜的酒吗？咱来五粮液去行吗？行吗？之前你妈不肯定不来，我不看了，也就不来愿意，你有新的回忆。孩子就嘛，每天晚上给他妈妈打电话。你吃药，你吃药好像别跑，你在家睡觉。我不治了，有点钱给妈妈，是吧？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我这辈子没想过要活很久，把养我的人养老，把我养的人养大，至于自己吗？就交给时间了。没了，儿子，没有把你的病治好，但反过来，把你的有用的器官都要捐献给我们的病友，这也是爸爸妈妈做出的选择，就没有征求儿子你的意见了啊，请你原谅爸爸妈妈。送你了，儿子，儿子，小子，走好啊！意见呀，你再出一个我这样的一个美。快乐啊。那你觉得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好好修车，不让父母操心。这不算你的快乐，我问的是你的快乐。我的快乐就是，我也不知道啊。你的手只是你唱的保护色。1994年，庄稼早已收割完，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女儿驾着马尾辫，跑进了校园。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我却是他的。我妈走了，我爸坐牢了，我爷死了，我也是，我爹死了，为什么当你？
班明下班以后。吃了什么？白菜。周五呢？白菜和豆腐。昨天晚上呢？白菜。你最喜欢吃什么？白菜。为什么还是喜欢白菜？白菜好吃。高血压发了，你尽快从四川那边跟着过来接我，老婆，我不能干活了，我不能干活。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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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